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可注第1090页啊，1090页第三行感谢意思，探得流通，这是流通分里面第四大段。探得，赞叹大德大心的人啊，这一分非常重要啊，里面分成三小段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复会时文第40期，世尊于说长行后，复以寄送重生前意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前面长行散文是释迦牟尼佛说法，说完之后所说的意思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所以再以寄送，寄送相当中国的诗词来重说一遍啊。这个寄送啊，文字少，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啊，这样再说一遍呢，大家不觉得是重复。世尊大慈大悲教化众生的意思圆满达到了啊，这是经中常常有这种例子，常常后面呢有寄送啊，就知道所说的特别重要啊。于中在寄送里面标明是非啊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误的，然后再鉴别不对的错误的，要把它去掉啊，正确的我们要接受，要依教奉行啊。所以显示中赞叹三桩事情，第一个信受求生，第二个佛智难思啊，第三个
念佛得度啊，这三桩事情，头一个信受求生这个法门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一心难行，修行呢容易，真的不难，非常难行。这一点在我们现前的世界念佛同学当中，我们深深的有体会师尊这几句话啊，确实信受求生的人不多啊，口里说的人不少啊，真正去做的人很少，并不多啊，这就是什么难信的。真信的他哪有不接受的，接受哪有不求生净土的，求生净土很简单，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就行了，八个字啊。这八个字不容易啊，释迦牟尼佛我们佛门的祖师啊，第一个祖师大德了，佛法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，就这四个字前面做总结，总结这一会无量寿经这一会，总结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总结的一句是什么呢？就这四个字，希望你相信，你接受，你发愿求生净土。佛度化众生，这个任务就圆满了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他为什么不相信？为什么不能接受？那就是福不够。福从哪里来的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，不简单啊，不是一时修的，多生多劫修的，这也是我们自己知道，过去不知道啊，佛知道，菩萨知道，啊，第二桩事情，佛知难思。佛的智慧，我们无法想象。为什么无法想象？其实佛智，大家是平等的，不但佛智是平等的，而且大乘经上佛说过，圆觉经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回过头来求生净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
成佛了，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一点都不奇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只是迷失了自信，堕落在三途六道，真可怜啊。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，这一生当中也是两赖前世的善根。为什么？没有前世修学的善根，你遇不到这个机缘啊。我们学习这部经讲到今天富贵世文，你要没有福，你要没有智慧，你怎么会听得到？啊，听到了，如果你就能相信，你就能发愿求生净土，那你这会关系着你不是一生了，来生后世，你去做佛去了。这还得了吗？真的不可思议啊。第三个告诉我们方法，成佛的方法，念佛得度啊。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真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，真相信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，只要有真心，有愿望，我真想去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得度。啊，时候到了，功夫成就了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亲眼所看到的，亲耳所闻的，念佛往生的，不说多吧，三四十个有啊。啊，这些人表演给我们看的，表演的最圆满。最成功的无过于海贤老和尚，我们把老和尚信愿持名往生净土的这个照片挂在佛堂明显的地方，天天看老人家，天天想老人家。老人家去了三年了，我们要赶紧追，要追上，这就对了。下面课题标佛说诵啊，经文只有八个字，尔时世尊而说颂曰啊，记诵习修佛会文经，习是过去式，要修复要修慧啊，众福修慧，你才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啊。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没有福慧的人一生
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，没有接触过佛法，没有读过经典，没有听过经典，这种人有多少？不计其数啊！啊，这里面分成两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佛慧释文。若不往昔修佛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。这是修复修慧的，一层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心此事。过去先前已经供养诸佛如来，你看到这个事情，听到这个事情，接触到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说净土法门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你相信欢喜啊！啊，像前面我给大家报告的，也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头提到的，他的老师夏天居老居士早年间在抗战时期，他看到无量寿经，从头到尾读一遍之后，欢喜得不得了，手舞足蹈，像跳舞一样，欢喜。三四天都止不住，这样欢喜，我们很少人听说过。啊，太欢喜了，为什么？他真正懂，真的明白，生生世世祈求脱离六道轮回，轮回是苦海啊。大乘经典学的不少啊，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学，有没有把握脱离轮回？没有把握。遇到这部经了，照这经上给我们讲的去做，人人有把握。所以夏老一读这一部经之后这么容易啊，这些话字字句句是佛亲口所说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这一生肯定往生快乐啊。落了三四天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文字的记载，心里想到夏老菩萨再来为我们表演呢，让我们看得惊讶了，让我们也能像他这么欢喜，相信这桩事情，我今生决定得度了。那么得度第一个条件必须要知道，那就是要把五欲六尘彻底放下啊。五欲财色名食睡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东西
缠缚住了，被这些东西，这东西都假的，被他欺骗了，以为是真的，不知道是假的啊，所以放不下，放不下就去不了，一定要彻底放下。谁能放下，谁就真的欢喜啊，真得自在啊。我们看念老注解啊，首四句一共有八首偈，这是第一首啊，四句是一首，这是第一首啊，总共有八首，正名本品之品名啊，这一品复会诗文，品体复会诗文，一即经中当有众生执著善本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又比如来加为列国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。这是把经里面的话在此地再给我们提一番，其中执著善本，执是种植，啊，善本是什么？就是寄送里面讲的往昔修复会，善本是说这个，那我们就知道学佛的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不能不修复，不能不学智慧，没福就是没智慧，有智慧就有福报。为什么？有智慧就知道该提起的要提起，该放下的要放下，这是智慧啊。那没有智慧的人很麻烦的，不知道是非善恶，把恶的把错误的当真的，把佛所说的真的没放在心上。经读了没有？读了。听讲听了没有？听了。没放下，他做不到啊。那什么原因？他没读经，没读就懂，不懂；听经没有听明白，那不开悟。这就是往昔没修福，没修慧，今生遇到这个佛法，他还是痴痴呆呆的。听了跟没听一样，太可惜了。啊，什么是福？佛说法49年，教一切大众
佛慧是根本的。你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佛也没办法度你啊。所以教导我们，敬业三福，你看求福的方法，第一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第一福好，我们做了没有？我们懂了没有？对父母有没有尽孝？对老师恭不恭敬？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是两个字，就是这八个字。第一个字孝，第二个字敬，恭敬，敬是对老师的，对师长的。一个人能孝父母，能敬师长，有福有慧啊。再贫穷的人家，只要他有这两个字，他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佛菩萨保佑他，他要不孝父母，要不敬师长，苦难就多了。所以把这里放第一条，你看看，孝用父母来做代表，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，都应当尽孝，你的孝就圆满了。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，我要对老师这种恭敬态度去对他，都要用在生活上，叫修啊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大慈大悲，绝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，这个念头不会起来。修十善业，具体告诉我们，十善，生善，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口是，不妄语，不欺骗别人。不粮食，粮食是挑拨是非；不恶口，恶口是说话很难听；不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，欺骗别人。一定要遵守啊！一三一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是什么标准的佛弟子？标准的敬业学人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不能不认真去做。如果懂得了，也明白了，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烦恼习气。对治烦恼习气最好的方法，无知于因果教育。因果教育重要，你知道善因有善果，无不善的因就有恶报，你想到恶报你就不敢做了。因果教育里面，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清楚啊，不能不读啊，不读你不知道。常常读诵都知道了。
啊，能够帮助你断习气，能够帮助你认真的念佛求生。也就是经中常讲的，我们从前面念，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又比如来加为的业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，其中执著善本，就是往昔修佛慧，要我们的前途光明，让我们前途福报越来越大，你不修怎么行？怎么修法？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利益要大，利益的时间要长，这叫大富大贵。啊，遇到了要真干的。遇不到就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好，菩萨加持啊！如果不是佛力加持，自己去想尽方法来找机会，这不是一桩好事。想尽方法找来的，你能不能守，跟你的善根福德相不相应？如果相应，好事；不相应，不是好事，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这个经上讲啊，若不往昔修福慧，啊，一层供养诸如来啊，如是之人，广种善根，复因如来威力加辟，故则能欢喜行此事。啊，我们还没有看到欢喜行此事的人，只听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的老师，啊，看到这个经典之后，欢喜了三四天，我们听到这些话，深受感动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根性跟夏老居士相比差远了。我们的欢喜不能喜形于色，不能手舞足蹈，不能延迟到三四天，都没有失掉，是大欢喜啊，真欢喜啊！我们的欢喜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像这些地方，要冷静去想想，把我们不善的地方改过来。善心善心，希望它增长，不善的念头言语行为，希望真正能断掉。有人，真有人，不是假的，福中不知福，他有很好修行环境，自己不知道怎么修法，
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。第一个相信，绝不怀疑西方真有极乐世界。第二愿生，我真想去，我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时间太久了，不想再等了，再待了，我想早一点往生啊，我自己有这个心，我念佛不求一切善果，我不求，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个世界统统放下。有缘遇到一些事情，对全世界的居民有好处，那就是这真好处，我应该要做，这就是修福修善。那如果不是对很多人有福报的小善小福，我统统放下了啊，大福大善这个机缘有，你真发心，佛菩萨真让你看到感应，真不可思议。我这一生遇到感应的事情太多了，我深信不疑啊，年岁这么大了，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应该放下了。这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时候应该放下了，一心转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所以供养如来，过去供诸如来，现在也供养诸如来，起心动念都是供养，所以能欢喜行此事。此事就是指的哦，念老注解有这一段，我们念下来。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有持戒修复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是人不语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中二众善根，亦与无量千万佛所中住善根。”这一句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再念一遍，《金刚经》曰：“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有持戒修复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不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、二众善根，亦与无量千万佛所中住善根，故知能闻此最戒圆顿究竟法门之净土法门，闻而能欢喜心受者，已于无量佛所修福修慧，中住善根。”下联句老居士听到《无量寿经》的经文，他能够大欢喜，三四天啊，真是连睡觉吃饭都忘记了，
看到这个样子，在读《金刚经》上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心里就有数，就明白了。我生不起来，是我过去生中没有种那么大善大福。有种善根，为什么？要没有种善根呢？这个经这一生听不到，我还有机会能听到，有机会要读到，啊！但是没有夏莲居老居士那么样的深，他立刻就得受用，我还得不到。底下一颗我障自他，不能阻我，千千万万要记住啊！也有两首偈，我骄，骄是骄傲傲慢，懈怠，懈怠是懒惰，即邪见，邪见是你想法看法错了，这都是我们现前的病，是大病，不是小病。我们把经文念一遍：我骄懈怠即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盲人横出岸，不能开导于他路啊。念老有注解。反之，前面从正面上看，现在我们从反面看。啊，反面看怎么样呢？一切我著骄慢懈怠，以及有邪见的人啊，具邪见的人不能行此法门。这人多不多？太多了。常常遇到，天天遇到，所遇到的，看他的这些恶业迷惑颠倒，与日俱增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自己会感到恐怖啊，太可怕了。回过头来反省，我自己怎么样，是不是像经常讲的一样，我叫懈怠先加上邪见，有没有？要有胆量说出来，不要怕人嗤笑，改过自新，我们就有救了。不能改过，不能自新，我们自己没救啊。人生在世，时间不长啊，死了怎么办？还搞六道轮回吗？如果再搞六道轮回，来世不如今世。换一句话说，来世比这一世更苦。
啊，这一世我们吃的苦头很多，我们想要佛告诉我们因缘，过去造的因缘，加上再加上这一生所造的恶业，来生的日子怎么过？越想越可怕。啊，只要肯回头，都有救。那是什么？我们过去生中种的福还算不少啊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听得到这个经啊？你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？你还算不错啊。如果真的从今天改掉了，你是走好运了。诸佛菩萨加持你，祖宗保佑你啊，你会相信，你会发愿，你会念佛，不间断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像这上面说的，那就不能信此法门。譬如盲人常居明暗之处，自不识途，他不认识路，怎么能够引导别人于正路？引导别人于正路，自己走的是正路才行啊！自己还在邪路上，路走错了，把人都引错了，那个罪过重了。你自己堕落，自己受苦是应该的，你现在又把别人引到错误的路上去了，这个罪就重了，这不能开导于正路 啊底下这一颗持引行超的路，持是受持，言是言说，或者是表演，表演做到了。下莲居老居士的大欢喜是言，那受持表演，让我们这些人救，我们这些人的善根福德，跟下老居士比差太远了。我们听了无动于衷啊，他听了怎么那么欢喜？我们能想得到，无量劫来想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不了，他这一生得到脱离的门径的欢喜，我们也得到了，没有他那么认识。他是祸啊，知道这个法门，通过这个法门就得大自在了，就得大福报了。他的表演，他的受持，纯善纯净的，相信自己得度的缘快要成熟。啊，持言往生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：唯臣于佛之善根，之众善，救世之心，方能修。闻已，受持即书写，读诵赞言。并供养，我们看念老的这些，唯臣于无量佛所，这过去生中生生世世，广知众善之人，真正断一切恶，行一切善，
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心，你才能修行净土啊。净土什么？信愿持名八个字，首先要求的真心切愿，第二个要求的老实念佛，就行了。所谓救世之心，这一句话了不得了，不但救自己，救世是世界，你救了全世界，这个功德太大了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只要你自己细心去观察，谁起心动念为全世界人着想，你就是修救世之心。我们今天办汉学院是为这个，培养宗教弘法的人才，也是救世之心。救世之心有啊，细心去观察。我们看念老注解，此心即下文中文以受持即数心，如是一心求净法，这三句啊，读诵赞赞叹演说供养，啊，受信受持支持，依教奉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同时书写。现在不必书写，现在可以翻印，科学技术发达了，以前经书流通要靠手写抄写，现在大量翻印啊，特别是这本书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黄念祖老居士的解，功德无量无边啊，做好事做大事，以及世间善术，讲伦理道德的，讲因果报应，这些典籍文字要大量大量的流通，我们的真感啊，那么用这些手方法来供养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这一句在此地讲得好，法味很浓很足，啊，底下一首偈决定往生，前面有修啊，后头有果，决定往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